有人强烈要求我测试一下腾讯手游助手玩和平精英，据说花了几千升级电脑才能勉强流畅。我是十分好奇腾讯助手的优化是有多差。各位特种兵请准备进入游戏，直接将画质设到高清，后面的极清设置不了，提示设备不支持。手游助手是可以支持手柄操作的，但是我就不演示怎么玩了，因为我对这类游戏不是太感冒，玩个十几分钟什么人也看不到，突然莫名其妙就死了，很没有意思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